在两颗芥菜中间种这个葱，目的很简单，就是防蚊虫，不然我会常常被叮。加一些牛粪在上面，现在种大概12月初到12月中就可以收成，顺利的话理论上我会这么早种芥菜，是因为早一点种比较没有虫害，晚一点种哦，等蚜虫啊各种害虫就会开始滋生，到时候害虫就会很多了，趁大家都还没种，害虫还没来，先种先领。就是芥菜，这个这一批芥菜是从九月初种到现在，大概一个多月，将近50天。去年10月份我在这边也种了一批芥菜，那长势跟结果大概没有太大的差异。那这一批芥菜在种之前，这一期地我大概休耕了两个月。休耕期间我在上面有施加一些天然的有机肥，然后再把土盖起来，让它堆肥发酵。那到了九月份，我就直接松土，就把这一批芥菜菜苗种上去，所以种到现在大概50天了，看起来应该也是可以摘的。我种下去之后呢，大概会观察这个苗栽的长势，大概两个礼拜左右，如果它的长势算正常的话，基本上我就不会再做追肥。那这一批呢，大概两个礼拜呢，它的苗栽就长了一倍大，
所以我就没有再做追北的动作，因为我种菜比较随性，都是没有一个特定的做法，比较不像一般人家有那种标准的试作方式。到了一个月之后，就发现这个叶子已经开始变黄。各位可以看到，这个叶子已经黄掉。那一般人家说这个叶子黄掉，大概有几个原因呢？第一个可能就是这个老化了。不过基本上我种下去一个月就发现这样的现象，所以应该不至于一个月就会有老化。那第二个就是缺乏一些肥分，可能一些微量元素缺乏，所以后来我就再施加第一次的追肥，像一些天然的这些有机肥。那这些天然有机肥是已经发酵过了，希望可以立即补充。不过第三个也就是人家讲可能天气热就会容易有这种现象，不过这个就只能靠老天爷帮忙，这个我也无能为力。好，那基本上看起来是中间还行，那有在包心，但是不像一般的这种卷心的芥菜一样包得很明显。我猜当然有可能是天气热，因为今年的九月份是有史以来这个月份最热的一次，所以不晓得是不是这个影响。刚好今年我又提早一个月种芥菜，所以就会有这种现象。不过没关系啦，基本上有机的栽种方式大概也不用期望可以长势长得多，也许这样子炒来吃也是一个不错的一道佳肴。所以我们大概就摘一些了哈，长势比较好的就把它摘一摘，把这一排摘掉。其实各位看了，这个已经在长徒子徒孙了。所以当然应该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再种下去可能就会相对真的会老化。不过这一批看起来没什么虫，就是有这个应该是那个白丝虫的还是什么，不晓得。不过基本上大概没有蚜虫或是什么之类的，不晓得是不是这个葱的影响。不过应该不是的，种这个葱应该只是种心安的，看能不能防虫。另外人家说这个叶子前面这里已经开始有一些这种现象，枯叶这个，人家说有可能是缺乏一些微量元素，所以可能是钙啊或是磷钾硼之类的，可能我的有机肥分的含量还是太少，明年再来改善这一个缺点，或是下一批再来改善这个缺点。这个很脆，轻轻一整。这个味道很像。这个有了，已经开始有一些虫害了，大概已经繁殖的差不多，这些蚜虫啊、害虫已经开始要繁殖，要大量的那个入侵了。
水洗。很怕就折断。好了，送去市场卖看看，看这些阿桑愿不愿意买这些芥菜，看可以卖多少钱。所以是因为这样的关系，所以它叶子没有像那个那么黄，是吗？Yeah.
两朵。